青儿，青儿啊，也许当初组织上派你打入宋府，也是天意使然啊。你和我这辈子注定有一段父女的情分，这个家呀，对有些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呀，可对有些人却如果有一天宋平平落网，也不知道咱们组织上还能不能对他网开一面。宋鸿儒虽然戎马一生，但此时终究也是一位普通的老人，卸下刀枪同样得面对一个家庭，可以指挥千军万马，但却困于自己的女儿，这就是天下父母。好，冰冰，你看看十二师师长洪华忠被陈长杰司令囚禁，不是将押回南京。这次行动不管是咱们局座，就连委座也对我们大为赞赏啊。不过是死了个小喽啰而已，陆江波老头子都还在。楚明凡，我们执意留在赵州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真的为了河豚计划？狗屁！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了，你无时无刻不在跟陆江波作对，他只要一天不死，你死都不会瞑目。话说完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楚明凡既然效忠党国，我做了一切都是为了党国。没有人能骗自己，包括你和我。江波，司令怎么样？爸爸醒了。那就好。我一直在想，这次天津的策反又失败了，又让敌人抢在前头，一定还是因为那个内鬼玄武。你说我们一直在调查这个玄武，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根本就是错误的模式当中，就好比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一条思路。娘，明天是您去世十周年的忌日，那个负心的老头子也一定会去，女儿了了您的心愿，也到地底下去陪您。处座，玄武来信了。陆江波出逃，共党加紧内查，并放大调查范围，日渐逼近。处座，有句话可能不当问，但这个玄武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处长，我给自家亲人上个坟，你就不要去了，在这等着。首长，那您自己小心一点。
他怎么一个人来了？这事儿可就简单了。没那么简单，小心有诈。平平娘，我给你上香来了。这一年你还好吗？阴阳两世啊，不知相思几何。平平啊，枪火无眼能不能自保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咱们的家里出了很多的事情，你的女儿平平回家了。哎，你知道啊，这些年来我和平平有些误会，可是我宋鸿儒的一生是从刀光血雨中滚拔出来的。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，血光太多必有机缘，现在看来都应验了。平平娘啊，你走的该走了，现在这个平平和我是形同陌路，刀枪相对。其实我这心里啊没有什么放不下的，只有他，只有这个平平。不管他对我，对我在心里怎么恨我，可是他毕竟是我的亲生骨肉。他怎么还不动手？别急，赵州解放了，辽沈会战、徐州会战、平津战役，该做的我都做了。我想我做的这些可以折抵一些我过去的罪孽了，将来我进得了祠堂，进得了祖坟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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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平平，你不是想让我死吗？为此还折进去无数无辜的性命。我宋鸿儒在世一天，你我的恩怨就永无了断。今天就当着你母亲的面，你我就做一个彻底的了断吧。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上去呢？爸爸不让我跟着，我不放心，我已经通知警卫队了。危险，但是警备队现在还没到，就我们两个人怎么办？拖住他们，坚持到警备队上来。林平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出来吧。
了这么一大堆假情假意的话，有什么意义？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去见我妈，看看这支枪。十年前你就是用这支枪杀死了我妈。我说过多少回了，这件事情我无需再做任何的解释。但是我只求你听我最后一句话，听听，脱离军情局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不要再与人民地区为敌了，找一个踏踏实实的人过着安安稳稳的日子。别再假惺惺的装好人了。这段孽债终于到了该还的时候了，偏偏为父我对不起你。来吧，开枪啊！楚总，别等了，咱们上吧。这就是血缘呐，砸断骨头的还连着筋呢，绑他一棒。江总，走。陆江波，你还真敢来凑热闹，来的正好，把他们一烧毁了。拖住他们，我去支重兵班。小心点。宋月月，月月，月月。夏青对宋萍萍并不完全都是仇恨，哀婉、怜惜，各种情绪充斥于她的心。其中，一半是因为宋红如，一半是因为自己与宋萍萍同为女人。宋萍萍是个单纯偏执的女人，在父亲面前，仇恨如同利刃刺在她自己身上，而内心却有割舍不了的亲情。在陆江波面前，他的一团火却始终无法融化这块寒冰，盼望、渴
渴望、失望、绝望，一步步让他痛不欲生。我得走了。见到江波了，他没事儿。宋萍萍被捕了，那楚明凡呢？也一起落网了吗？楚总，南京几店？南京那边怀疑北平傅作义部已经与中共接触。天津能否守住，将直接影响北平的立场。而平津两地保密局都掌握了宋鸿儒派人暗中勾连策反的踪迹。通知玄武，不惜一切代价对宋鸿儒实施最后一击。明白。怜悯我，为你挡枪，是我自作自受的。萍萍，爸爸我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我一直都记得娘给我讲过哪吒，还有托塔李天王的故事。割肉还母，剔骨还父。我宋萍萍这一生。不想欠任何人，特别是你。哦，萍萍，萍萍，你不欠任何人的，是爸爸欠你的。等你的伤好一点以后，我就带你走，再回家，回老家。萍萍，宋鸿儒。你怎么会比我还要天真呢？现在这个时候还怎么走？萍萍，我真的太累了，我走不动了。徐部长，老徐。你就直说行不行？别跟我绕弯子。宋司令，宋萍萍的事儿不是一般的事，怎么处理那要看他本人是不是积极配合。配合？绝对配合。徐部长，你知道我宋鸿儒绝非不顾全大局。我知道宋萍萍现在的情况，组织上很难对她既往不咎。可是，我只求组织上能够对她宽大，给她留一条性命。至于我可以卸甲归田，只求你能让我们父女聚首。宋司令，说实话吧。这件事我做不了主，需要中央的特事。
老徐，我宋鸿儒一生戎马，多难的坎儿我都是往上冲，从来没有出口求过人。今天我求求你，求求你行吗？宋司令，我尽力，我一定尽力。怕我自杀？我要是真想死，没有人能拦得住。小青，嗯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做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亲情、爱情，还是你所谓的信仰？你帮我化个妆吧。真是花无百日好。小青，嗯，我有一个请求。你说。我要见陆江波，还要宋鸿儒。他想见见你和爸爸。他要见我？对。这精神状况怎么样啊？还不错。怎么在这个时候要见我呢？你的意思是不见？见。好，晚上换岗，我换上自己人送你进去。他身上检查过了吗？都检查过了，内外衣物全部换过，指甲也擦拭过，应该没有服毒自尽的可能。还是要当心，他可是个下毒的高手。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处座，已经证实，平平被押在西柏坡军区医院。处座，您看咱们什么时候放弃？放弃平平，楚总，你怕他出卖我们？他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够了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平津大战结束之日，就是河豚计划宣告失败之时。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考虑多余的事情。别泄气，我们还有一张王牌没有翻开呢。最后一击还没有开始，我们还有机会。你们都来了，听说人这一生至亲至近的人最多不超过10个，今天和我宋平平有关的人全都在场了，真好。宋鸿儒，你我父女一场，这是天意使然。所有该说不该说的，该做不该做的，所有的恩恩怨怨，其实你我都偿还的差不多了。
至于你欠母亲的，我相信早晚会还，而且一定是现实报。我想过了，一个女人的一生不过想要三个男人而已，父亲、丈夫、儿子。我宋萍萍不贪心，我只想要两个而已，可你把他们都抢走了。萍萍啊，说实话，我恨你，也可以说我嫉妒你，因为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彻彻底底的输给你了。萍萍啊，好了，我今天叫你们来，不是想听你们说什么，我只想把我藏在心里的话全都告诉你们，你们听着就好了。姓陆的，你相信宿命吗？我以前也不信，可是我现在深信不疑，不知不觉的，我和我母亲走上了同一条道路，这是宿命，就像我爱上你一样，这也是我的宿命。陆江伯，萍萍，你一定要永远都记住，我是爱你的。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你一定要永远都想着我。你怎么说这些呀？想起我的时候都是愧疚。萍萍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们真的认为我会原谅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吗？到底要干什么？按住皇上。萍萍，萍萍，萍萍，你怎么了？陆江伯要走了，你永远都要记得我。是头发。萍萍，萍萍，萍萍，萍萍。阿平，萍萍，放心的走吧，该清的该了的债，我楚明凡替你还。宋萍萍走了，以这种方式留下的除了伤感还有震撼。宋鸿儒痛失爱女，陆江波自此背负一笔无法偿还的情感，而楚明凡心情永远沉重不堪。他了解宋萍萍，一个情足可以了断宋萍萍短短的一生。他走了，得到的应该比之前多，可是既然都走了，这些又有何用？爸爸伤心过度，
打了镇静剂，刚刚睡着了。谁会想到他会用氰化钾浸泡自己的头发？这个结果是他早就设计好的。孙局长，您从张家口回来了。孙局长，您听，罗建波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来坐。哟，孙局长。这次张家口之行还顺利吧？给打开吧。我已将平津战役前委首长送到北平，正和副座一部邓宝山进行洽谈，北平有望和平解决。我听徐部长说，你对玄武又有了新的想法。徐部长，徐部长，孙局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对不起，一直瞒着你是为了把戏演足。这个计划是徐部长定的。玄武在五部隐藏颇深，公然调查的话势必打草惊蛇，但若是枪打出头鸟，有了一个固定的人选，或许能使他放松警惕。所以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江波，由我出面将他打为玄武，上演一出越狱的好戏，把戏做足，然后全城通缉，这样真正的玄武就不再疑神疑鬼，再由江波暗中调查，可能发现其露出的破绽。连我都蒙在鼓里。开始我也被蒙在鼓里啊，直到最后一次被抓，徐部长才告诉我整个计划。你连着白玉兰，白玉兰连着楚明凡，所以戏一定要整。形势所迫吧。诸位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把玄武从暗中挖出来。平津战役结束以后，大军南下渡江作战，届时再抓玄武势必难上加难。明白吗？明白。陆江波，到。从现在开始归队，和树奎同志一起主持缉拿玄武。是。来，穿上。哎呀，哎呀，可算是又穿上它了。嗯，别动。
早就给你下了毒了。放心，他虽然死了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找最好的医生。啊。1949年1月14日，我军对天津发起总攻，全歼敌守军。7日后，北平和平解放。与此同时，淮海战役胜利结束。从此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处座，徐座起立。北平沦陷。黄局长命令咱们即刻回南京述职，不得有误。处座，我已通电局座了。河豚计划失败，与他人无关，由我楚明凡全权承担责任。你这次回南京复命，局座不会难为你的。请转告局座，我楚某决心杀身成仁，报效党国，请局座给我楚某和玄武准备一副棺材。来，兄弟，你跟随我多年，就此别过。一个，也算我一个。哎，别动！怎么了？一根头发。平平啊。人好多年了没有在一起吃过一顿安生的饭，今天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。来，爸。啊，搁哪儿啊？这个放这。来倒酒。江波啊，啊，你坐我左手边。啊，嗯，爸，这哎，来，左为上，你是我将来的女婿啊，当然要坐上席了。爸，没影的事儿。夫人，天津战役胜利，北平和平解放，您功不可没，我敬您。下一步就要渡江了吧？嗯，我宋鸿儒，戎马一生，你看现在孤家寡人一个。哎呦，爸，您是不想认我这个女儿是不是？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身家大事也得考虑啊。我说你和亲戚的事儿，该办就办了吧。我知道你的父母去世的早，亲戚呢也只有我这么一个父亲，所以说这件事情我做得了主。爸，我和江波的事儿我们自己做主。
任，还是您说了算，我们听您的。好，你自己做主。来，我们敬你，干杯。这一天，走进了风雨雷电，黑暗里隐藏的一切，一点一点浮现。夜幕中你冷峻的眼，这世色无边，一个暗夜，两个世界，痛和爱在狂奔无言。也许我荡然无存，我的心依然飞，生的